桥面跟这个水面几乎是大重叠了，水面这么的高，哎，我还来得及吗？我们常说水涨船高，我昨天说到很高，水涨船高，可是真的是水涨船高，越飞。The best beer, please. Buckskin, enjoy. Smooth taste. Ooh, rich aroma. Ooh, wow. I'm going to say, yeah, no, you should do it. Cross. Ting Chen Hu Hu Buckskin Beer.有看到一个画面，说任何流不断往上涨，这个不重要，这真的是水涨船高。但这个河、这个桥显然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能随便乱断。如果断掉的话，可能会对当地的经济造成很大影响。所以，当你想到说，我尽量用火车这样让桥的重量，尽量让桥稳定一点，稳定一点，不要被洪水冲走的话，那其实显示中国大陆已经没有任何方式。在进步情况下呢，我们来看，目前在整个三峡大坝水位超过160米了，而且说是长江的洪峰已经抵达了重庆市区，不止如此，包括南京这边，所以也下起了狂风暴雨。其实现在是什么水呢？上面要保重庆，后面要保长江，而且现在发现说，已经呢这些策略都不对了，所以三天前他们一个前水利的高级官员出来下了一个8个字的最高指导原则，叫做人守则守。人气则气，所以你看到为了人守的地方，这个火车就把它运过去，是那这条防水给挡住，那人气则气呢，你的守不住就算了，你放弃了，他放弃了，他们就最高这个原则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他们现在发现说，现在他们只能去用的是小大巴、城市、都市，我给你保护下来。那至于乡村呢，那就变自洪池了。我们知道说过去说淹水说怎么办，把其他很多地方变自洪池，那造成的现在是三峡大坝水位160米越来越高，没灌，因为你一泄我们乡村没灌，那你不泄也不行，所以像上面的是什么万州啊，洪水就直接灌入办公室，然后一个水位站什么的，可是重庆的水位站呢已经超上5米左右，这是在上游，这水源涨下去，这是。